Hi everyone, welcome to day two of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天的美好的教导。那我是 Alona， 那今天我是大家的主持人。我是 ACI 以及其他世界观组织的义工。那从2021年的3月开始，我就负责总部营销的部门。那我们共同建立了国际的沟通管道，以及邀请大家来参与 ACI 的课程。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有这些无价的教导，是由我们的老师葛西麦克罗区提供的。Okay, I'm going to start three paragraphs before where it says stopped here. It says Pernat Sampa, okay? So, just a bag of oatmeal on your belt? 那这个就是在你的腰带上面一包燕麦，就是透过很多人的努力而得来的。那有人今天早上跟我说，在他的帐篷是住说的，可是那个帐篷也是这个占巴所做的，就是对于出家人来说，可能就是你的僧袍。这是一个我们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例子，因为大家没有僧袍。好，那我们要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人会投资在你的时间上，然后你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义务，就透过你自己生活、饮食、穿衣服，可以住在一个建筑物里，然后在路上开车，你已经在耗费他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投资了一些东西在你的身上，投资了一些时间，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概念，这个是很棒的。现在你有18个侠满，那这个是我们一本新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苏更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或者还很久才出版。这些书的结束就是要结尾的时候需要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差不多了。可是你能拥有一个人生，是你能活着，你有时间可以来钻石山，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啦。但因为这是全世界最棒的进修中心，我是没有夸大的哦，我也许夸大了一点啦。
可是真的是这样，至少以我个人所知是这样，没错。所以你能拥有一个人生，你能够活着，是因为你做了，你对于别人在过往曾经做过好事，你有善待过别人，你有眼睛有耳朵可以听可以看这样的教导，你仍然活着，你的身体仍然能运作，是因为你曾经善待过别人，你就是一个证明，你是上百万无数善业的一个证明，一个证据。所以你是因为有那些人才得到了你的人生，就你才有眼睛，你才有生命，你才能呼吸，你是亏欠着别人的，因为是他们有在那边让你善待他们，不然的话你是无法来到这里的，懂了吗？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债务，更糟糕的债务，就是你能活着，你能呼吸，你能来到这里，就证明了你曾经对别人做过无数的善行。那如果没有别人的话，你现在就不会来到这里，懂吗？你就只是漂浮在各个星球之中。我也曾经在那个状态里，你也曾经在那个状态里，所以我们都懂。所以这是因为他们的功劳，你能够有衣服，你有房子住，你有身体，你有意识，你有眼睛，你有耳朵，都是别人的功劳。所以他们对你是有这样的权利，这个并不是夸大的，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是合理的，需要你的关照，因为他给了你眼睛，他给了你手，给了耳朵。事实上，你现在去学习这一个课题，这基本上就是如何达到全宇宙的爱，以及可以直接触碰到每一个众生。这一个你现在这一份职业，如果没有那些人，你是做不了的，所以也是他们的功劳。所以你想要成佛，好，那你得要善待别人，所以如果没有别人你就无法成佛，所以你就已经亏欠那些人了。你想要成为菩萨，你就已经会亏欠别人了，这个前提，因为要有他人你才能够善待他人嘛。所以这个债务比你的信用卡的债务更加大，所以即便你成为佛陀，你是因为有别人的恩泽你才能够成佛，这个就有点像是信用卡的债务。所以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对象，让你施予慈悲心，就是你有一个对象可以让你能够证悟。那有人可以给我第一个波罗蜜吗？是$10，因为这一题很简单。这里的练习就是我们有几个波罗蜜，六个，就六圆满。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它是取决于他人，就是如果没有他人你也达不到第一个波罗蜜，因为第一个布施就是为了能够布施，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有一个对象能够布施，不然的话你是无法成为菩萨，就是如果你不修行六圆满的话你是无法成为菩萨。那你第一个圆满就是你需要布施，你要有对象能够布施，所以你又亏欠那些人了。哦，有人在查小抄呢，来看下一个圆满，下一个波罗蜜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
对，有人说戒律或者是道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但最终道德其实的意思就是善待他人。我不太喜欢道德这个词，因为对我来说这词有点怪怪的，我觉得有点太技术性了。可是反正就是对别人好，这个就是道德的定义。所以没有别人让你善待的话，你也无法做到这一个波罗蜜，对吗？所以第三个呢，好，不要那么自私，给另外一个人回答吧。嗯，忍辱为什么跟这里相关呢？对，如果没有一个让你讨厌的人，我们非常幸运，就是我们有很多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让我们讨厌的人，不然的话我们无法修行这第三圆满。好，第四个，精进。好，那这个为什么也需要他人呢？为什么需要别人你才能够修行第四圆满呢？募款，再说一遍，同学说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带给别人快乐，对，因为我们需要努力带给别人快乐，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别人你才能够去努力，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努力的去修行这第四个波罗蜜。好，那第四个这个波罗蜜这个圆满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要觉得好玩，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要享受觉得好玩，无论其他人是好人还是让你觉得很烦的人，你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要觉得好玩，也要享受。如果你享受的话，这样会比较容易修行。所以菩萨们都很享受跟那些讨厌的人一起，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当然跟好人一起是更加容易享受，可是你的修行的重点就是要到达你能够跟很讨厌的人也能够很享受。所以你总是能够再找到多一件事情可以享受的，跟那些人相处的时候，所以你就任何时候都会享受，这个才是真正的第四个圆满。就是如果你可以跟一些无趣的人也觉得很有趣的相处的话，那你就真的很享受了。好，第五个是什么？可是为什么这个会取决于别人呢？同学说，我猜因为你会去测试自己。很好的答案，对，因为你可以自我测验，就是当别人打断你，让你无法专注，就整天打断你，当你尝试要专注冥想的时候，禅定的时候，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尝试要专注，可是似乎你越努力尝试，就越多人会来打断你，去干扰你。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佛教修行，就是打断别人。所以你如果没有别人来打断的话，你就无法去培养真正的专注。就好像总是有垃圾车，就是所有的垃圾车司机应该都要得一个奖，就是来打扰那些佛教徒冥想，才能帮助你去真正锻炼你的专注力。在纽约，我非常想念纽约的那些垃圾车司机，他们是很好的帮助一个人去锻炼冥想的专注。好，第六个，第六个是般若智慧，就是人们需要有这样的知识去理解那些不来自于我的人的缺失。
所以有两种空性，一个是人以及事物的空性，那人的空性是必须的，要直见空性你必须得理解人的空性，所以你需要有人去能让你能够思维他们的空性是什么，所以他们的空性是什么，就是没有，你生命中没有任何人是不来自你的，在你生命里面是没有不来自于你的人，当有人对你好，你可能不太会想到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可是当人对你不好，你就会去想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是我，我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尤其讨厌的人是非常棒的一个对象，去 让你去做空性的冥想，你要达到 gacha， 就你要找到那个不在那的东西，那个讨厌的人不来自于我的讨厌的人，所以你不需要比这个更多的空性了，就是这样而已。你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不来自于你的人，如果你身边没有其他人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记得这一点。所以只见空性是取决于他人，所以你也亏欠他们，所以谢谢你是空的，谢谢你来烦我，好让我记得你来自于我。所以以上的六圆满没有别人的话，你都是修行不了的。大家要更深吗？那这个对于罗文豪先生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这对于 Tim 来说，我们好像每一次的进修好像都讲不完我们要讲的。那么有十圆满，最后四个是什么？就是四种收集弟子的方法。第一个是慷慨，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其他人？因为你需要有学生，你需要有别人，就是当你是一个老师，你需要有学生，你才能够教授，你才能 分享智慧。是的，所以如果没有别人，你就没有能够去喂养别人的机会。Tim， 我们在钻石山是不是都会给大家免费开车？你需要学生，你要更多的学生，你才能够练习这第七个圆满。第八是什么？第八个是尝试。在你尝试在让你的学生去修行你所教的。有人告诉我说，格西老师，我要去教一个进修的课，然后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我就说哦，你已经来到一个更加高层次的虚伪了，因为你会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你要诚实，你要善待他人，可是你自己却没有做到。所以如果你身边没有其他人去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好榜样让他们看见的话，你就无法做这个修行。就如果你在世界上是唯独一人的话，你就可以随便的撒谎，随便的去偷东西都没有关系了。好，下一个，你就是要赞美他们，赞美他人。当然很明显的，没有他人你就无法赞美他人吗？好，那还有最后一个，That is an important one. Is there like being fierce, being tough when you? 就是要当有需要的时候要严厉吗？嗯，不是。
据我记得最后一个应该是要做你所教的，对，这个是最难的一个，就是你要言行一致，就是你要去做出你所教的。这个是不是跟当一个好榜样是一样的呢？就是要根据学生的能力教授，是吗？不是。就要享受好玩，不是。还有人吗？还有人可以回答吗？是找到一个好地方去教授，或者水洗。这个回答大家答的有点慢呢。同学说要看见他们从你的感知中消失，这个是我们最终追求的。可是我们来问一下 John Brady。 What is it? 是什么呢？根据谷歌大神，我不相信谷歌。根据对方的需求去教授，是 Sunam 刚刚说的，所以他应该得到$50。Kojimba 就是在物质上、财务上帮助他们。Yemba Mawa。就当他们做对事情的时候要赞美，这个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吗？然后 Dun Tumba 要言行一致，然后 Dun Tumba 意思就是要做那件事，我也不知道。做那个事情的意思就是做你教的事情，这是第四吗？是第三，就是按照学生的程度去教授。这听起来是对的。Here it says, 是的，这里他说是的，不只是根据对方的程度跟能力，以及要根据对方的意愿，所以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好嘞，然后他就引用了，他说要修行波罗蜜你需要有别人，然后他就引用了入菩萨行论。Jawa means Jawa 的意思是，既然你需要有他人才能够证悟，就仿佛是你需要有佛陀去教你如何证悟，你也需要有他人作为对象让你修行，你才能达至证悟。所以你也需要有人教你。为什么你们这些奇怪的人会尊敬佛教徒但不尊敬其他人？这个不合逻辑。如果你既然需要他人才能够证悟，就仿如你需要有佛教徒来教你如何达至证悟的方法，那你为何不同样的去尊敬其他人呢？
切的意思是一半，这里是一个非常美的用词，切意思就是你需要的条件的一半，就是达至政务条件的一半来自佛教，可是另一半来自他人，就是一些需要来让你讨厌的人，会拿走你的钱的人等等。所以你如果不去尊重其他的这些人，仿佛尊重你的老师一般的话，那就很不合理了。那最近我搭飞机去越南和日本，然后我在联合航空，我已经达到一个会员的程度，是一个全球服务，它是一个秘密的会员制，就是他们自己内部会投票说你已经合资格可以达到这个会籍，然后我就心想说我终于真正感受到当一个上师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当你去搭这个长途飞机的时候，他们会来到你面前，然后跟你好好的打招呼，然后一直嘘寒问暖，然后问说你需要什么呀，所以我受到很多的照顾，额外的照顾。所以如果你既然那么需要他人才能够证悟，那其实他们就好像是你的通往净土的门票。在修行里面我们讲说是如意宝，一个如意宝可以如你意的珍宝。那这里我们有一张图片，这个不是玫瑰上的钻石，但这个是我能找到的如意宝最接近的一个图片了。那大概1000年前的一本古经典说到有一个特别的珍宝，就是你可以在地上找到的，在地里找到的，就像我刚说你要把它放上一个旗杆上，然后要做一种特殊的祈祷。抱歉，我好像对修心有点过敏。那所以他人就好仿佛是一种如意宝，如果有他人在你身边，你就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没有他人在你身边，你就达不到你的目标。如果你有做过3年闭关，像 Cat 你大概也有这种经验，你会开始想念他人，你让你去做一些事情，是很奇怪的，就是3年去做冥想，然后都没有人在你身边，就是物理上的在你处在你身边，去让你对他们做好事，你就会有点渴望，很饥渴，想要离开这个进修，离开这个闭关，去为别人做好事。所以你会对于这件事情变得很敏感，就你也意识到当有他人在你身边去让你帮助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可以让别人快乐，可以让你真正的快乐。新田有跟我说，就是我跟他炫耀我的孙子们就是在土生，然后说哦，就是对啊，他们都会去工作，然后把小孩都丢给我，然后就3-4个家庭，然后让我去当保姆。然后他是说，新田就说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很开心的，让他觉得真正可以帮助人，是一种珍宝，就真的像一个如意宝一般。所以大家应该要跳起来庆祝啊。我们到达了另一天是什么意思？再说一次，是冥想的时间？不对，
是帕翁卡仁波切那一天的教导，对，这是帕翁卡仁波切24天的教导。那我们已经到了新的一天，就好像每一年我们会到达新的一天的教导，所以我们现在又到达新的一天了耶。所以 Tim， 我真的 有进度的哦，我们到第十八天了，二十四天当中的第十八天教导，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二十二天，所以我们快要讲。可是要记得，这个到次第是一个口传，二十四天的口传教授，大概1000-2000人。Veronica 问我到底他们教多少人，我们在看一部电视的影集叫 Chosen， 是关于耶稣的一生，就大概有100万人有阅览过这一部电影，这一部影集，它在 Netflix 网飞上，那是非常美妙的。那顺带一提，今天是复活节，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恭喜你，那复活节快乐，希望你有拿到复活蛋巧克力，我是没拿到了。反正呢，我们就是在看这一部电视影集，我们应该也来做一下这样的活动。虽然是 没不太有创意，可是挺不错的，就是在所以在这一部戏里面就是有群众募资的环节，那然后就是你有捐款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观众当中就是会可以穿上一些服装，特别的服装。那我跟 Veronica 在看这部影集，他就说那些佛教老师都是怎么样跟1000-2000人教授开示的呀，当时候没有麦克风，他们就是讲得很大声哦，就是有一种自然的一种剧场型的场地，就是你在那个地方讲话讲大声一点的话，1000人都是听得到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需要跟后面的人讲那个讲者刚刚在讲什么。那我的老师有教过，不是这个系列，是一个后期的一个系列，就是帕蓬卡仁波切在后期，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就是一个 不认真的学生在一个路上，就是有捉弄了一些僧人，然后就是肯仁波切讲到的这个教导，就是他当年帕翁卡仁波切就是看到年幼的肯仁波切的时候，就摸着他的头说这个很特别，这个学生很特别。然后打从那个时候之后，我的老师肯仁波切就开悟一般的，就是成为了最高阶的格西。顺便一提，是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上师，他是投生来到这一辈子，然后他这一位仁波切他就在观众当中，然后他有记笔记，然后他就给帕翁卡仁波切看他的笔记，然后他就说哇这个很棒，写得很棒，然后他就做了18天的笔记，他大概花了10年才能够完成这个手稿，
也就是因此为什么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内容。所以他也是之前的法王尊者的老师。那这个也是用藏文编写最伟大的一本著作，是极度优美的，用语极度的优美，而且有很多地方很幽默，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它如此的美妙。Then he quotes, 然后他就引用了，当你要开始新的一天，就会先来预告一下，就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可能都比较躁动一点，就是你有上千人来到现场，所以有些人可能意识专注力还是有点涣散，所以传统上就会先引用一些引文，他这里就引用了宗喀巴，这一句的意思是人们被四大洪流冲走。那这里有一张图，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比这个更糟。所以当他引用一句单一句偈，那我通常都会喜欢去找到那句偈然后交给你们，那这个会让这件事情更慢，可是我不在乎。所以以下就是整段的寄送。那我在蒙古有教过，我在蒙古独立之后有去做过教授，就是大概他们独立后六个月我去到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疯狂，就是对于佛教是非常的热衷的，然后他们让我去到一个讲台上，那个讲台就以前是蒙古的一个马戏团的地方，也是他们的足球队住在那边的地方。那边有一位王子以及印度国会还有蒙古的大使在那边，所以我们都在那边教授，甚至人们会把一些瘫痪的人也都用那个担架把他们抬到现场去听这些教授。那当时候在蒙古就是有酗酒的文化，所以有些人会晚上到街上然后去找那些喝醉的人，然后去骂他们，然后再抢走他的酒。然后这个人他80岁，所以我记得当时候我们教了这个寄送是非常美的。人们就是被四大洪流冲走，这个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K-Gan-La-Chi， 有人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100美元 K Rebecca Birth Aging Sickness， 就是出生生老病死，所以人们被这四大洪流冲走是无法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溺水在当中，每个人在这个房间的每个人，在这世界上的每个人，在这地球上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溺水在当中，是你无法选择，你必须得衰老，你必须得生病，而最终你也必须死亡，你是无法有别的选择的，没得选。你在一个浩瀚的洪流当中，你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人们就是这样被洪水冲走。
可是你也双手被你的业力扣住了，铐上了手铐。无论你读多少的经典，你遇上多少的老师，你双手仍然被手铐铐住，有这些限制。你被丢进这个洪流当中，同时双手被铐住，你可以用双腿努力的挣扎，可是你也游不起来。当他们把你的双手扣上之后，再把你丢进洪流，还把你困在一个铁的笼子里。他们把你丢进一个铁笼子里，然后丢进洪流。即便你听过笔的解释，你仍然认为它不是来自于你。这个就是讽刺的地方。即便你教别人笔的概念，你自己也仍然相信笔是来自工厂的。你无法挣脱，你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你无论，因为你的双手被你过往的业力铐住了。我很讨厌用命运这一个词，可是好像在中文的文化很喜欢讲命运，就我如何能打破命运，是否能打破命运是可以的，可是极度难。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有一些业力已经是决定下来了，就是你过往所做所造的业决定了你这一辈子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用手铐铐住你的手，然后把你困进一个铁笼子里，再把你连铁笼子一起丢进那个四暴流里面。可是你会继续的犯这些错，去造这些因，因此你就会在这个生命的轮回当中不断的重复。因为你不断犯这个错，就是你认为事物不来自你，因此非常绝望。你的这个四暴流手铐被锁进铁笼子里，再丢进四暴流里面，而且这个是夜晚，你还在夜晚当中，黑暗当中。所以这个也是 Marikpa， 苏根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是个人的无明，就是关于你自己的状态的无明。忘，连笔都不要谈了，你根本连自己，对于自己你都不理解。这个就是你所有的苦的因，都是你过往业力的结果。这些都是你种下的种子，你就是在那边听着，你都没有去思考，你甚至没有能够让你去思考的自由，思考你如何能够挣脱，因为到处都是黑暗，一片漆黑。而你已经无数生世当中都处于这样的状态里，所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你已经在十亿万年、百亿万年当中都是这样的。你被三种苦所折磨着，没有间断的折磨着。是哪三个？$50。第一个是变苦，第二个是，好，这个是第二个才对，第一个是苦苦，就是像你断了腿，或者是，好，对，第一就是物理上的疼痛，就是你的腰酸背痛啊，
或者又或者是你心理上的痛，就是你可能跟太太或先生不愉快。好，第二个就是变苦。第三个就是你必须得死的苦，变苦，行苦，变苦，遍布一切的苦，就是你必须最终你必须得老病死。好，$50，你要跟静美去拿，如果你不去拿的话，不是我的问题，好吗？你要透过思维每个人的苦而去得到菩提心，升起菩提心。所以他开始了教这个寄送。Kunlong Chumba, $100，什么意思？这个不是佛法，它前面有一撇，所以是不一样的拼法。Kunlong Chumba， 好，取消这个赌注啊？有吗？麦克风没声音，你就得不到，是你不好的动机，不是？哦，你再说一次，不好的动机，不是，是相反的，好的动机。好，取消，取消。Chupa 这里的意思是修正，意思是在英文我们说在上课之前要提升你的动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开课的时候要先想你为什么来上课，不然的话不能开始上课。所以你开始上课之前一定要先想好你为什么来上课，不然不能开始上课。就是一个佛法里面的介绍，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概观，这是一个佛教的传统，就是要把那个教授的整个 流程要写出来。我给$200，有没有人能讲到五点？如果你没有答错，要给我$400，没有啦，开玩笑。刚刚赌注是$200，好，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得到成功。哪有自我真爱的问题？照顾他人的好处，然后自他交换，还有施与受，耶，都答对了。刚刚我有说有100要给 Ben 吗？好了，你要请他去吃饭，没有了，开玩笑。可以告诉他我想念他呀。Geshe 意思就是他复习了七步，就是得到菩提心、升起菩提心的七个步骤。是阿底峡尊者吗？不确定。可如果你能讲出这七步的话，我给你$100。我要来检查一下我的银行账户。苏根，他应该会讲藏文了吧？第一个是要想到众生都是你的母亲，哦，要先理解这一点。然后第二是要知道他们都曾经善待过我们。然后第三是要我们想要回报他们的对我们的善待。然后第四是爱他们，第五是拿走他们的苦，就是对他们有慈悲心，第六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就是承担起责任，第七是菩提心，耶、yeah。
好，你要跟 Tim 拿钱，没有啦，开玩笑的，是要跟静美。Tim， 我几点要讲完？好，我们来做一点冥想好了。可以稍等一下。好，因为他们要换一下那个录音。